嫂子喊你钓个鱼，你至于吗？欺负三轮车，不想着第一次来多带点东西吗？嫂子跟你多专业似的，看你能不能钓几条。我可哇，又来一条！哇，怎么回事？我这怎么一条也没钓到？你连个钩都不放，你能钓到鱼吗？谁说我没放钩的？你看我放俩。哎，吃我的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你这脚也不方便。来，今天嫂子给你做个拿手的。来，快尝尝。这能吃吗？慢点吃，等会儿还有一道。来，椒盐鱼骨，快尝尝。怎么光是骨头肉呢？哎，那个鱼肉坏了，都让我给扔了。你不说肉坏了吗？